where you want to go. Wake up in a different zone. Believe me, it's better to see. 就是在飞机上，我要好好想想，要唱的四首歌，我得赶紧复习一下。我要落地曼谷啦！到了，好开心啊！三年来第一次出来了。天哪，我穿梭在曼谷机场里，现在上车准备回酒店了。今天要吃很好吃的泰国菜。然后看看晚上可以去逛逛夜市什么的，开心。突然都忘了，好像是来工作的，工作加度假。嗯，在酒店放好行李，现在出来吃泰国菜了。好吗？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果然在曼谷的泰国菜就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，不一样。嗯，烤猪肉 BBQ， 嗯，好吃，好甜啊！哇，这鱼看起来好厉害，好好尝尝这鱼。嗯，好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，用泰语怎么说？阿瑞妈，阿瑞妈，阿瑞妈。上一次吃芒果糯米饭是在。上一次，这顿好好吃啊，很甜蜜。就一下吃完之后，我心情特别好，我好开心啊！看这个芒果，又甜又糯。加这个番茄酱去了。嗯，继续见。我们现在来夜市了，是也不知道要买什么。买这个小菠萝，小菠萝应该是点心的。我点的这个是椰子泡面。这小菠萝泡面，这是哦，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，什么火山叫什么排骨？排骨。真的太热了，全身汗。哎呦，这夜市逛的，汗、啊、妈妈。The next day， 我现在来逛711了，因为这些老住就刷到他们来曼谷逛711就特别好。然后我看到了我特别想尝试的这个奶茶，是不是？哦呦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今天是来曼谷的第二天了，然后刚刚去711买了这个奶茶，我要好好尝一下，好喝，但是好甜哦。一会儿呢，要去妆发，然后准备采访，然后如果晚上结束的早的话，就去先拍一些好看的照片。如果拍完照片时间还早的话，就去吃一顿好吃的饭。明天就要准备见面会了，所以我要好好练一下歌，啊，好紧张啊。I love Thailand!